通知，请各队队长将排兵布阵的旗谱送至总务舱进行备案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给我们加油鼓劲吧。加油加油加油。你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顺利不？非常好。真的啊，我可以啊，很自信。谢谢。加油。谢谢。谢谢。加油。我试试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好，非常感谢。麻烦你不要给别人看到好不好？是东北的吗？是，大哥你好。我也东北的啊，抚顺的是不？啊，铁岭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大哥，快握手！大哥，哎呦，大哥，最大的同志！哎呦，大哥真有劲儿！大哥，快别握手了，我还没站，我还没贴呢。啊，你没贴呢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名儿，这把差一个，就差他吗？啊，就差他了。对，可以，谢谢。加油！加油！好了，都收齐了。哎，你看他的那个声音像不像那个李雪琴？脱口秀那个李雪琴？你我没看过。其实我是想扯下他的面具。就我很好奇，他那个眼睛下面看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个？谁啊？李雪琴。李雪琴。是他。就你跟他唠嗑的那个。我就感觉说话这么像呢，真是他。还真不认识。李雪琴谁啊？脱口秀的老出名了，脱口秀那个。主要我们在单位里没有手机，我操！哎呀，那你说这些就是前台那些人戴眼镜的人都是有来历的呀？那不一定，可能是今天的彩蛋嘛，每天不都有彩蛋的吗？这个大哥一定要去借别人面具了，他一定要去问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？大哥怎么了？大哥，东北老乡叫什么名？李雪琴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幸会，大哥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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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来听你说话，哎，这怎么这么像呢？没感应呢。哎呀，进去以后我说你们那个戴眼镜的女人，那个东北老乡是李雪琴不？他说是。我说赶快过来看看。咋样啊？搁这待的好不？吃的好，咱们东北人口重。太淡了，对啊，太清淡了。那指定是累不？搁这儿不累啊，这不比搁家房租轻微多了啊？那家咋整啊？租咋整啊？雇人房租，雇人烤猪。哎呀，啊，你要是什么时候回铁岭的话，啊，一定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我高低带着猪让你去尝尝。你看，这是我烤的猪，老香了。哎呀，你烤沈阳好吃多。行啊，好了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啊，加油啊！哎，第一轮的比赛是你的强项，所以很多东西需要你多指教。实话实说，舰长，我昨天刚学。才刚学？昨天才刚刚接触这个啊象棋。真的？哎，那太好了。我就希望请到像你这样那么厉害的天才。我需要天才。我们四个好像没有人会。我们做啦啦队，我们在这里给他们加油打气。对阵双方需依照中国象棋的规则进行快棋对弈，每队各有15分钟行棋时间，时间耗尽或被将死，即视为失利。加起来一起至少是8个小时，对啊，就是双方各自有15分钟，每一个想的时间没关系，是吧？还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你下棋越快，我们这边节省的时间越多。二，行棋之前必须在本方将帅的指挥系统上输入指令后方可移动棋子。在将帅的棋子后面是有一个输入器的，可以输入他们接下来的走的每一步棋的步骤。走棋方式必须和指挥系统一致，否则视为犯规，需重新走棋。可能是你去输是吧？对，我去输。哦，咱们应该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决策。好，可以一起决策，那太好了。请搬运棋子至指定落子位置。马？哦，他把对面马吃了。任何一方棋子被吃掉，将棋子移开原有位置，将本方棋子移到对应位置。哇，这个很沉，这确实是要全部人搬了。哇，这个很好费劲啊。主要下面没有特别好的发力点，我觉得。就是我们要吃掉哪一个，把那个先搬走。三，落子之后，裁判放行。
我方队员即可开始攀爬城墙，每队各有四名队员可穿戴安全带。每个队里面都有权利去爬那个，就有几个比较里面的去。哇，这个攀爬难度好高啊！它那个支撑点极小，所以重心非常不好把握。你在上面看呢，可能感觉不到这个高度，但是你一上去就知道，哇，原来是好高啊！你们过来看爬山那个位置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说实话，我都不用那个，我连这个我都上不去。那这个你拱一拱还是能上去的。哇！按下城墙上的计时钟，即可停止本方计时，开启对方计时。我们要落旗确定之后，要上去按那个。对对对对，我听了，刚才听我想要怎么上。那如果团队里面有擅长攀岩的话，就会很占优势，速度会很快，速度快非常多的。嗯，哇，这个爬是不是可以轮换的？可，应该是可以轮换的。应该是可以轮换，我们可以，我可以爬。能降下来吗？按下计时钟后，请立即返回城墙下，不得在计时钟旁滞留，否则将视为违例，罚扣30秒时间。蓝方行棋。棋子被吃掉，必须搬出战场，扔入壕沟之中。清理被吃棋子所消耗时间，由被吃子一方承担。哎，队长，是不是吃子的？你要把他们对方的子推下去，先推掉，先推下去。所以的话，我们这边整体，比如说像他们两位大力士，对吧？嗯，他们两个先去把对方那个子先推掉，我们其他人过去把我们要下的先去动，同步再动，不要等。与该棋子绑定的队员将会光荣阵亡，必须离场。如有队员绑定多枚棋子，则被绑定的棋子全部被吃后才会光荣阵亡。那我的兵很危险，你把我保一下。没事，你那个兵只要是正常，在这个残局来说，你只要不动就我只要不动就行，你保我就等他过来就吃掉啊。但是不要影响大局，你的下棋的思路就可以。好。所以说他们要把比较重要的棋子给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。应该是把那些不容易被吃掉的棋子给重要的人。就重要棋子就不容易被吃掉了。对。蓝方将本方棋子移到对应位置。按下城墙上的计时钟。哦，每次每次要，都每次都要去拍一次。现在是体验时间，请对阵双方遵循指示进行实地操演。我们回到我们那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首先是。这个界面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去下棋，但我们先定我来下棋好吧，特别是要帮的那几个一定要跟着我过来那里，不要只是看一个人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说我们把那个棋搬到哪里还要再解释一遍，搬错了就麻烦了。对，所以要跟着我一起过去那里，落了之后那个红旗就会起来，不用看我们场上情势如何，对，只要看到那个一直看棋就行了，越多人搬越省力，然后我就很快的爬上去按，然后我下来就 OK 了，这一趴结束了。比如说他的棋在我们这边正中间，然后又距离两边挺远的，我们又有机会可以把它吃掉，就把它吃掉。因为对面需要来搬这个的时候，他是需要跑过来，又要搬到沙子那边。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是的，没错。而且他会耗体力，他耗时间。他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棋子往外挪？所以我们推的时候就往中间推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又要拖对方的时间。哇，细。我们去那边，我想试一下安全绳，跟他们一样。你瞅瞅，也费劲。费劲啊！找感觉，他要找感觉。我想试一下上去之后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也想知道他完成的时候是哪些地方可能会比较疲劳。下来呢？直接倒下来，让一下。害怕。
我好像有点恐高。你先一级一级的下，现在是在试验，不要冒险，你就正常的落到下面就好了。怎么下来最快？下来是不计时的，你面对那边下来不计时，但是会浪费力气啊。如果是我了，我就直接的跳下来。哦，就跟我们拍电影一样，有时候你 action camera， 哇，就得跳，就冲了，就想不到的。你背朝我们。如果要跳的话，你的背会撞到这里的，背对你的脚可以踩的那个岩石不会撞到你的背。就是这样。悬空往后坐。对。Yes。侯三姐，我这个身高能够拍到吗？肯定能够到呀。那就好，去丽丽试。好，我去试一下。因为我练是街头健身嘛，他上肢练的比较多，攀爬就很适合我。可以吗？啊，差不多。难度还好，就是他就需要那个双力臂的力量。好，那这是你的优势。他们那个除了队长，可能没有几个人会比你快。他们队长玩跑酷的嘛。嗯。这个射这些要非常快吗？对，要很快，挺好的。这个谁去？我去，就只能我去了。我是练跑酷的，所以我是主动的去说，我来做一个第一攀爬手。我也可以去跑，但你要下棋啊，兄弟。队长，你不能说到处去跑，如果你到处去跑的话，棋局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观察了。我觉得队长，因为他需要自己动脑子去下棋，他是整个队伍里面的一个核心。你速度怎么样？我速度快。他第九名。我来吧。他可以。好，那这是你的优势，你来。秦宇辉，他的优势是在于灵活性和整个的一个速度上面。我觉得你爬得很好。我觉得你也可以，你也很好。丽丽作为他的替补去交替帮他去完成这个。但是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手，我看着看他那个摩擦力特别强。我可以，我刚试了一下，我可以。你可以。我是靠双力臂，我可以。也不要觉得特别累了才喊。禽兽。这个，哎呦我天。啊，可以，可以安置的。对，可以。Yep，OK。队长，我们每个角色都要有顺位，如果那个人死了，下一个人谁上？比如说这个，如果你先来。然后第二个是谁先上，然后第三个谁先上，我们要顺个位，别人到时候就乱了。我第一，你第一个，我第二，第三是战多，第四是浩然，然后再剩下不行就我上，你上团子姐可以吗？也勉强还是可以，不是等我上的时候就没人了。对，就是我把你排到最后一个顺位吧。可以，这个推更快，后面人就选像你这种或者浩然那种脚力快的。扶着 ，OK。一二三，哦，很重。OK， 扶前面，这是后，扶前面。往后倒，没有地儿扣。这个是能扣进来。对，那咱往前倒。往前倒，前面有人接一下，把它倒下来。小心点，一二三。啊，对，这样踩，小心。往后退。一些重物啊，其实你得找重心，你得用方法搬，用方法推。这种东西啊，你看它的构造，哪边东西多就哪边东西重，然后你上来之后往轻的地方去，你不要往那去，我刚说完，往轻的地方去，这种地方是重的地方，留给有力气的人，你们只要稳定住，因为这边重，你们俩只要抬起来，一二三一起抬就行了。 OK 啊，咱们试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走啊，不是，你看这边重啊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还是配合不行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团队劣势，就是我们力量有点欠缺。刚才我们尝试了在现场搬运棋子，然后我们也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重。这看着不好推呀，是不是很重？哎呀，我试着。特别重。哎呀，行了，适可而止。因为人家复原也挺费劲的。观众看到的时候觉得其实很轻，但其实真的不是，很重，非常之重，150公斤左右，相当于300斤。150公斤。人不站在这个棋旁边，看不出来这个棋有这么大。小心脚。哎，大哥，深蹲大哥，过来。其实这里是有把手的，对的，是有。他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来试一下这个重量。好，我们两个试一下，3、2、1。我觉得推就可以了吧？推吗？不，别这么，这个是最难搬的。我推你拉，你保持平衡。我推你拉试试啊。来，一二三，
对，这都他妈不要整，就连续发力，我推你拉，或者你拉我推，这个是难办的，懂吗？哎呦，这个别砸到，砸到很危险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比较有体力的优势，然后还有另一个小何也是比较有速度跟爆发力，所以说我们很适合这个环节。哦，你们我跟你说，这个搬东西很危险，你们千万注意，这有个台阶，对，没错，而且别砸到，砸到很危险。好，这个可以推嘛？这个胖，到时候你们随着我们的力、啊、先移过来，然后再跟着我们走，跟着我们走，然后帮我们主给人家拎就行了。我跟小浩会主动搬，我们能搭，你们就别掺和了。好，如果我们看到有的费劲，你们搭把手就搭把手啊，搭把手。对啊，行，你先让一下，你先让一下，我们试一下，来三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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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里。我们等一下的棋谱的整个的下法，第一步就是会把，不要指出来，不要指出来，就是会把这个位置，不要走过去，不要走过去，就是到你后面那一格，对，我知道，就到你后面那一格，然后这是第一步，然后步出去外来，第二步，我们现在要不要把那个转过来？不行，肯定不行，他反正不是就是在那颗棋上吗？我感觉我搬不动哎，我可以，一二，只是转，往哪边？往这边转，对对对对，我往这边是吧？嗯。这个不好转哎，我觉得可以的啊、哦，好，你们都可以啊，可以，哇，大力士，我觉得吃子的话可能会耗他们体力，但是吃子我风险，咱们也有风险，有风险，对，看，如果真下棋的话，中间稍微靠前一点吧。哇，那哎，我们还是得尽快淘汰，我们不能太保守。我也是觉得，因为我们始终是后出的，也就是相当于有点被动。虽然说我们是胜率很大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争取自己安全，我们再选择进攻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没事，你是决策人，你觉得怎么样合适就合适，我们大家都听你决策人嘛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，大家一起加油。明威，你们爬的时候也注意安全，好容易磨到手。好，加油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对面都是没有脑子的，你哇，帅哥高智商，没问题。请起手就位。开始了，好，开始了。哇，开始了，加油了。哇，真的我好紧张啊。